我小个嘅时候，我都系负债。一天我哋同区神父喺弥撒时间讲到嚟嘅时候，佢问我哋喺度有冇人想去天堂呢？如果想去，举手呢？人人都举手。那个神父呢即刻问我哋，咁喺今晚要去天堂得唔得？个个都会缩手嘅。我哋每个人都知道，日后我哋会死亡。不过，如果而家要死呢，可唔可以接受啊？耶稣基督为咗完成天主旨意，教赎我哋接受苦难，牺牲自己，跟住复活，体验基督复活嘅门徒同埋充满圣神嘅殉道者，佢哋都牺牲自己，保持信仰，证明信仰。佢哋点样勇敢面对困难呢？跟住跟随基督，点解信德、信心？喺弥撒中间，我哋念信经同埋天主经。我哋除咗念呢啲经文之外，仲要真心相信呢啲经文，省察我哋自己嘅日常生活。我哋有时顺礼自己嘅决定啊，多过天主嘅旨意。其实我哋已经知道我哋自己嘅决定嘅结果，不过我哋时时都决定好似之前一样，跟住悔改，悔改咧，后悔咧，好似之前一样。慈悲嘅天主时时都照顾我哋，保护我哋。不过我哋好软弱，日日都犯罪，做错，忘记天主爱我哋，甚至乎有时冤枉天主。咁点解天主爱我哋呢？冇理由天主爱我哋，净系我哋系天主嘅仔女，我哋理解唔到。不过天主爱我哋咁样。在第一篇读经，信徒一心一意分享基督复活的经验，大大影响了中途信徒的生活。他们的想法、他们的看法、他们的做法全部都变了的。一个团体的团结呢，只是一个人的努力都不够的，所有成员要牺牲自己，包容其他人的过错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牺牲自己和慈悲。在福音耶稣显现的时候，圣多默中徒不在那里，所以他说，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，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，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绝不信。用自己的手指摸下耶稣基督的伤口先相信。耶稣最显然
耶稣俾多默摸下耶稣自己嘅身体，跟住话俾佢听：因为你看见了我，才相信吗？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，才是有福的。耶稣基督佢受苦难、死亡嘅时候，多数嘅门徒逃走。不过耶稣复活之后，冇嬲佢哋，反而门徒好辛苦嘅时候，耶稣喺佢哋中间显现，俾佢哋平安，宽恕佢哋，恢复翻耶稣自己同埋门徒嘅关系。在第二篇读经，圣仰望鼓励我们，以他的诫命并不沉重，因为份由天主所生的必得胜世界，得胜世界的武器就是 我们的信德。谁得胜世界呢？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？我们的胜利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因为是我们是天主的仔女，我们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生活。纵然我们软弱做错，但是天主时时都爱我们。大家一起赞美天主，祈求天主坚强我们的信德，希望天主给我们恩宠，我们学习天主的慈悲，跟着分享啲慈悲。耶稣来了，站在中间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天主保佑。